那另外呢，就是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参加这个典礼啊，开光典礼，还要呢在生活中呢开启我们自信的光明啊，实践布施、持戒哦，还有呢啊这个智慧啊。那最后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典礼中啊，都能够法喜充满啊，满怀欢喜。好，阿弥陀佛。非常感恩我们的住持啊，为大众的开示，为我们开封那么有意义的今天的这样子的照相的功德，还有我们开光的这个背后的意义。那当然，和师父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将佛法落实在生活。我想这是他最期待的。他在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法宝。我希望在我们在座的各位呢，我们菩萨大德人能够好好在这里，常常回来我们的念佛堂呢，好好的跟他请教佛法，请教他身上有很多的法宝。我们能够从今天很荣幸的来这里担任这个司仪，感恩他，我们都是同样跟导师一起在法鼓呢，也是同样在法鼓台湾呢，在做佛法。老师啊，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理学也兼优，同时都是我们的同学啊，都是他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在座各位啊，这边是很方便的，所以啊要常回来啊，那好好的跟他请教佛法。那么接下来的仪式，我们呢剪彩，我们虔诚邀请诸山长老历年来为本佛堂尽心尽力付出的不值得，请依序诸位站在我们安排好的这个位置，我们准备剪彩。那我现在呢陆续唱名，我们先由后排的练习。第一个 PK Machinery Trading 的代表，欢迎请出列。第二位 Nobody Hop Say 有限公司代表，继续啊。第三位听松 Heavy Machinery 代表，第四位陈金胜居士，第五位广福殡仪服务代表，第六位中继宝号代表，第七位莫聪医生，第八位陈义珍居士，第九位曾凡新居士，第十位寿蒙殡仪服务代表，下一位是昆仑喇嘛佛教会代表，紧接着是刘印居士。好，我们请依序就位。接着我要唱名前排，站在前排的请就照刚刚念的我们就依序的再进来。立新铁业公主黄君玲居士，第二位诺善行主席黄志源居士，第三位怡宝净宗学会助念团代表，下一位王秀兴居士，接下来拿督曾正权居士、曾正池居士，怡宝法喜寺住持传言长老，下一位般若言住持纪隆长老，下一位本佛堂住持觉经法师陪同槟城法宝山释迦僧伽尼住持开恩长老，欢迎各位嘉宾就位。
数一二三，就开始剪彩。一二三，剪彩。现场嘉宾也可以就即兴的时刻，弥陀佛。工作典礼。Yeah.
Oh.
弥陀佛性遍三千，八婆随处现金身，极乐国土广长寺，借以众生大慈父。真是。